各位，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喜糖啊，我的喜糖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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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羡慕嫉妒恨，徐大哥呀，一个可不够，他得两个。对，两个。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啊？对，徐大哥，我们都替你着急呢啊，赶快找个时间跟刘总把事给办了吧。徐大哥，我们平时嘴上不说，那心里可是庆祝的很。你着急什么？你们该怎么？开除我玩笑来，今天的主角是他，说啥呢？我还有事，我还有事，我还有事。徐总，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继续，东山一山喜气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你赶紧给我催款啊！怎么还不到账呢？以后还怎么合作？嗯，哎，那批货怎么还不按时到啊？客户再催我一次，我就拿你试问了。 谁的喜糖？二更杜蜜月回来了，正在发喜糖呢。哟，那这喜糖你不能白吃啊，礼金准备了吗？早就弄好了。对了，这是我起草的专车的整改方案，你帮我看看行不行？你把那顺风车给我停了。姚总那儿，我去说。 以后他叫你办什么事儿，你就先来跟我汇报，将什么累着点，他这批也马飞到天上去了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哼，咱还用办啊？这个资料上面的那些细节，您都去查一下数据记上去。好。嗯。你昨晚住那边了？嗯。明天没邀请我过去，但我总要表示一下。那瓶酒味道应该还不错吧？嗯。 Smith 公司前身是一家欧洲地产，后来成了空壳。5年前，罗雄杰把它买过来，重新打造，摇身一变，成了大数据咨询。